建国后不许成精的由来。总是听人说建国后不许成精，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那么建国后不许成精的由来究竟是什么呢？建国后不许成精是网络流行词，原意为建国后动物不许修炼成精，经常用于调侃动物很可爱很聪明，常做出一些像人类的行为，说他们仿佛成精了。在不断的使用过程中，该词用法不再单用于形容动物。建国后不许成精一词最早源自于一条广电局颁布的禁令，大概内容是九月到十月底必须播爱国主义和反法西斯题材，严打婚外恋一夜情，青春校园片可以出现早恋但不许成功，建国后动物不许修炼成精等。也许是这样的描述比较有趣，这时此令一出便迅速窜红于网络。